演唱会的 OZ 近日就传出好消息，被网友抓包带女友同行泰国。日前 OZ 才坦言自己有固定约会的对象，然而对于女方身份都是保密到家。没想到近日 OZ 到泰国参加音乐季，就被发现带着女友一起去。眼见网友肉搜出对方身份，女方是小有名气的模特 Jane。被抓包的点是因 OZ 在社群动态中有发出一张她带着花的自拍照，然而女方也在自己的社群上发出同款插花照，虽然背景不同，但周遭环境却十分相似，让人不免认定两人就是情侣。然而女方也被网友透露是个天然美女，学历也很高，更表示是念台湾大学，只能说广大的网友真的是太神了啦。Bye.